晚年线时间5:14，补课补完，佢就对 MC 嘅。今次考试出咗炉，分别就系呢个数学通识，然之后做咩啊？地理、英文同宗教，仲有化学。话俾你听，我啲所有科目里边冚唪炒晒。数学嚟讲，佢话今年40合格，每科里边我系差一分啊。通识咧，佢50分啊嘛，25分为标准，20分为40合格。我而家就系攞17分，咁即系话俾你听，仲争3分等升分，即系8分就合格噶。不过应该都合格嘅，但系你冇可能冇3分。但是地理點解話都炒嘅？聽到 Miss 話考試前所未有嘅咁差，全19個裏邊有得4個合格。不過對於我嚟講啊，我睇到個分數，我係成班裏邊19個裏邊我第10個，因為我100分裏邊攞32分。几柒咧？宗教作为唔够时间做，40分到7分。英文科呢个叫咩？70分里边我攞15分 reading， 而且呢个几差啫。呢个叫咩？呢个英文 reading， 喂，呢个 listening， 100分里边我攞27。唔係107分裏面我都27，跟住化科100分裏面我35分，炒曬啊！都唔合格，我個估即係如果加我估加埋啲平時應該掹唔到車邊嘅咯。而地理佢就話3月，由3月開始第一個星期六，佢話會派啲哥哥姐姐攞個5星星嘅姐姐哥哥嚟補地理，係每個星期六，而且係8堂，每堂上3個鐘頭。咁即係話俾你聽，3月頭第一個星期六開始啊，就上呢個補課，補到五月。但係我記得3月第一個星期六就係3月2號，跟住2號9號16 23 30補8堂，即係8個星期六嗰啲。而家數咗5個，係補到5月。咁你又廢啊啲！甚至佢化科又話，到時會派，到時即係我會唔定時會抽幾個出嚟，星期三、星期五補課嚟做練習。甚至佢派一張紙俾我哋。佢話嚟緊，我將來 DSE 會考到啲咩成績？5星星加5星星，4、3、2，即係攞40%。跟住佢話，預期你修讀呢科嗰時會遇到嘅困難，一定要寫。期望老師點樣幫你？跟住話俾你，我唔知點寫。點解要出埋啲咁嘅嘢嘅？食屎啊！我可唔可以唔答啊？答好似。琴日唔係，係即係琴日啦，喺呢個 Minecraft 嘅群組裏邊，我見有一個人叫 Kim Wong， 佢就喺呢個 Minecraft 嘅一個群組裏邊就話，佢喺 Minecraft 整咗一個用木整嘅潛水艇，但係佢即係佢如果加啲辣椒，佢豐富啲嘅，佢就話用
佢利用咗防水木整嘅潛水艇。正確啲嚟講，佢就係用嗰啲 market 嗰啲木嚟整咗個潛水艇嘅，而且佢話要交收啊，要傳送信息俾賣家，賣家就係佢啦。而且你諗下，佢要2180萬新台幣去轉送俾佢喺桃園市。呢個心諗哇，你嗰個整嘅潛水艇都要2180萬嘅新台幣，你港紙都未計，你使乜抬高個價俾人啊？你呢啲建設人都識整，我都識整，使鬼咧，真係呃錢啊！跟住我就問翻佢啊，我寫住所有人都識得做你嘅建設吧，使唔使賣出去？有乜嘢了不起？我啲嘢第二句就話應該冇有人會跟你賣，太貴啦。然之後佢回覆話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开玩笑的。好啦，我只系开个玩笑啫。跟住谂下，如果你真系话俾你听，卖俾人嘅话，个个心谂个个一定 say no。2180万新台币，你住香港唔知几多钱，要点交俾你啊？我自己识整，我自己都可以开个价俾你。聽日有中文堂，我估啊，中文堂都係嗰個閱讀都唔合格嘅。佢上嚟嗰時候，第一句都話：，唉，你先睇翻呢個閱讀卷先。嗱，閱讀卷差得好差，考得好差。你嗰啲紙面篇章啊，唔温書啊，啲分都可以失嘅。又係一大人咁講嘢。每次都是一樣的，中三那些中三他教的，他教的，我記得中三那年到現在都是沒有一次說閱讀，都是說次次都是一腳開頭攝，差得很差，不知道你又怎麼算，你 DSE 考了十幾科都是最值得攞分的位置，為什麼你會不攞呢？他一定是這樣說的，你想想對了多久，好累啊，今晚又凍飯，因為所有凍骨骨又封了。